爹，梁亲，孩儿不孝，两个保护大哥安全吗？医生，夫人啊，夫人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好，好，阿夫人坐啦。新掌柜，大哥嘅身后事搞成点啊？二奶奶特登叫我嚟通知你哋。 或者夫五日后就会出殡咯。我哋知噶啦，你翻去啦。首先系三掌柜，首先系大老爷。应该话你阿爹呢一生机关算尽太聪明啊，定系佢心胸太过狭窄？千算万算，系都要将大掌嗰位传俾长子先安心。但系到头。 偏偏系事与愿违，因为佢算漏咗八个字：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谂佢都估唔到，佢千方百计安排条路俾个仔，呢条竟然系黄泉路。做人真系好化，咁多年我真系估唔到，最终我同大哥都冇福分揸呢抽大锁匙。你阿爹点谂我唔知，但系喺我心目中，你始终比阿忠强，都系嗰一句。 见到阿爹啦！嗱，你再乱讲嘅话，娘亲打你噶，行啦。 长宝，大哥已经入土为安，朝廷已经决定为大哥立碑追封。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任事虽才称职，志在官之名。八斗品武官上中，辞区奏候报功，应赦累之人，忠心为国。祭曰：奉职冒险，冒着勤劳之职，更为保护皇纲，为乱党所杀害，朝廷深表哀悼，现赐碑追悼，并追封上中为忠义侯。 任此万岁万万万岁！谢万岁。陆大人，请入大厅接受奉茶，请。你仲未瞓？爹，娘亲，我系咪阻住你哋休息？我哋都瞓唔着。
我都好想早啲瞓着啊！早啲瞓着，希望阿钟补梦俾我。但我瞓嚟瞓去都瞓唔着咧。大夫讲过，你哋两个身体好弱，唔可以大喜大忧，所以你哋要应承我，无论等阵发生乜嘢事都好，你哋一定要平静咁面对。四掌柜，你叫晒我哋嚟有咩吩咐咧？相信大家都知道啦。自从大光唔喺度之后，娘亲佢每日都茶饭不思，最近仲抑子成病添，所以我特意请咗个法师翻嚟。今晚子时一到，就会为大哥开坛招魂，等娘亲可以见佢一面。我要提醒你哋，今晚子时过后，无论听到咩声音，都唔可以踏出房门半步，唔可以出嚟打扰，以免冲撞亡魂。知唔知道？知道，司掌柜。边个啊？阿子啊！唉，夜媽媽都唔方好嘢啦！你唔好咁啦，聽下佢講咩先啦。嚟啦嚟啦！三叔三婶，咩事啊？我有一個請求。唉，我都話唔方好嘢噶啦。唔好嘈啦！咩事啊？我想你跟我過阿爹同阿娘間房度陪佢哋傾下偈。嚇嚇？就係咁啫嗎？咁簡單？咁啊？咁我去啦去啦去啦去！爹，二哥二嫂，二嫂，咁夜仲未瞓？唉，唔系我哋唔瞓啊，又有人唔俾我哋瞓咋。三叔三婶啊，你哋喺度同阿爹同娘亲倾下偈先，我好快翻嚟。阿志啊，咦？呢位边位啊？你朋友啊？爹，娘亲，大哥仲未死嘅，我带咗翻嚟见你哋。阿志啊，夜妈妈你讲咩笑啊？你阿爹阿娘受唔到咁大刺激噶。大哥，阿爹同娘亲好挂住你。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 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最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